哪吒跑哪儿去了？可恶，被这只鸟盯了这么久，甩都甩不掉。这是东海秘术化成的水鸟，极其擅长跟踪，看来它已经锁定我们了。这样不是办法，看我的。走，走这边。我们不回陈塘关吗？不，我们把他引开，不能连累大家。说得好，我佃户没跟错人。走。举灵，你说的援兵呢？急什么？我这不是来了吗？快跑！哪吒，情况如何？我们被鳌巴的水鸟盯上了，不想被抓就快跑！往南走，随我去轩辕山。我那好友不肯出山，但愿意帮忙。害你们能逃到哪儿去？这不是到头了吗？举灵前辈，我想你应该会飞吧。那你应该会腾云驾雾吧。那你一定有飞行的法宝，对不对？你什么都不会，还让我们往这儿跑？往这儿跑才有活路。一个也跑不掉，来不及了。夜壶，你可以变身带着我们飞行吗？我只能坚持几秒钟，这个山崖。娃娃，你居然敢欺骗我。他的目标是我，我拖住他，你俩找机会逃吧。不要走，一起走。笑话，我堂堂巨灵怎会让你一个孩子保护？同生共死，成全你们。快闪开！哪吒，我痒！区区幻术也敢逞强！想不想要上好的举将啦？居然给我招来了东海之人。哎，这天下乱世真是难以安身呐。想抓住我，做梦！我是哪吒。哪吒，你终于醒了。夜壶，我们这是在哪里啊？这里是仙元洞，是太乙真人救了我们。太乙真人比鳌巴厉害吗？原来看起来挺厉害。太棒了。不对不对，灵物的灵气没有完美融合，给我惹出这么大的麻烦，就拿这样的东西来敷衍老夫吗？你就只会说牢骚话。
灵物中蕴含的灵气每提升一个层次，融合的难度就高出数倍。灵泉，看你的了。融。成了。来，再试试我的新举将，用的可是我豁出性命才找到的灵泉之水。哦，真品，真品呐、啊！太乙师父，请受哪吒一拜，陈塘关哪吒谢师父救命之恩，请太乙师父收我为徒，传我本领。我传你个葫芦啊！我的倔强啊，我才抿了那么一小口。师父，如今妖兽作乱，恶人横行，我城中百姓生活苦不堪言，请师父传我本领。助我保护百姓，斩妖除魔。住口！你有你的抱负，我有我的修行，两不相干。让我清静，走开。哪吒，他还是个孩子，你何必？你什么你？再来一碗。你个懂点小把戏的娃娃，也敢口出狂言？学了本事，招惹是非，倒不如收心养性，平安一生。哪吒，咱们真要这么做？当然，和东海那群家伙做邻居，拳头硬才是本钱。可是那个太乙真人看上去就是个糊涂蛋啊。哼，他本事够强就行。走了。等等我。用火来融合灵气难度挺大、看来今晚的举将又泡汤喽。火焚木而生土，土成山而生金，金绝地而生水，能成，一定能成！哟吼，我回来了！不好，灵气对冲，我的倔强！原本还想着用这葫芦倔强给你当拜师礼的，哎，老天都不帮你啊！可倔强需要烤火吗？没听说过。一般的倔强自然不用，取上好的野果制作便可。但我这倔强可不一样，用的果实乃是天材地宝，散发的灵气如若不能融为一体，这制作出来的倔强啊，得要大打折扣。靠着我的葫芦法宝，制作倔强的各道工序可以缩短大半，但最后一道灵气融合的工序，我认为可以靠火来突破。是吗？太乙师父很喜欢倔强。哎，为了帮你，我好不容易才进入的身心合一境界，以心神控制火候，靠着体察火焰带来的微妙变化来融合灵气。身心合一，我全完了。哪吒，你干什么？快住手！我坏了你一葫芦倔强，再还你一葫芦就是了。火焰化形，你想用三昧真火来制作倔强？对呀。发什么呆？快加料啊！上古仙方，终于等来这一天了。哪吒，这上古仙方的配料，我百年来只收的这一份，全靠你了。啊！要炸了！要炸了！哎呀呀呀呀！快想办法稳住葫芦里的灵气。灵果的灵气骤然爆发，有没有能与灵果交融的生物？我这还有一壶灵泉，一块月华晶，一把灵米。试试灵米。灵米灵果同为果实，没理由造不了倔强。与我融合。至春的三昧真火。灵珠子，这个孩子。琼浆，月琼浆，我终于等到了。师父，请收弟子一拜。也罢，老夫收下你了。哎，真是妙啊，妙啊！